次再来一次，吴冠轩弹道还是偏。阿吉快速来到前场，已经飞起来了，被扎尼斯维利的飞身。为梦想家创造新一波的进攻，吴俊迪底下的吉尔贝克这个防守交代完全漏人了，所以说先另外在梦想家的部分也换上了 Julian Boy， Aquino 来到禁区的单手飞扣，哦，这个球功能是利用会，但命中率并不理想。大兵速度已经开起来了，飞身灌篮。哇！贝扎尼史威利的篮板球，这一次只能自己来。谁的体能比较劲爆啊？一个 touch pass， 结果被新沃克抄到球，前场已经没人防守了，飞身暴扣，酷寒战士。后场拨了一下，球路被断，冠轩被交给克拉的暴扣。哦，工程师在下半场的防守有。凯在线上出手没进，出手速度很快，九九跑起来，背后给球，健身教练要轰炸篮筐。个人单打还是被点到，那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工程师在克拉拿球的时候先来看角角转换攻击，左手抱也是没有，对，哇，一来一往真的差蛮多，克拉的体能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哇，第一次在空中接力，肌肉新人要把篮筐给炸了。那原本的四节八人，那七人次是当初开局开创期间一开始很重要的一个。